去，快去，快点，快去，跑过去，老爷把追你去。给谁送去啊？要吧。赶紧的，看两天说明考试了啊！看一天说明考试了。走。往哪走？往大姨这边走。为什么爸爸你不是？爸爸你不是要带我去玩吗？对啊，先把妈妈送到诊所，然后再去玩啊。好吧。我说一条臭过秧子民的鱼，然后让你们要不要吧？我想脱了。